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，这一届特别多女性玩家哦。那个我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女性的雷神，第五届到现在全部都回没有，我希望这一届出一个女雷神，好不好？开始喽！好 ，Go Go Go！ 哎，一开始就饥饿了。我先打树，没有，等一下就没有了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在角落哎、欸，两个角落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好像看到了。一个不小心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巧克牌发七了。他摔伤了吗？没有。他把原木放出来而已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居然被看到了。我回来了，我拿到皮革喽。你们如果有看到甘蔗的话，秋风这先给你。什么东西？食斧吗？我忘记我把 Q 键改掉，再一次气死我！你有怕成这样哦？还把 Q 键改掉？我就 上一次在汪汪前面 Q 他岩浆桶啊！汪汪，我跟着你哦。好啊，我们有甘蔗了吗？甘蔗吧。没有，我现在在水边。哎、欸，我被打伤了呢、你在哪里？我掉到自己的洞洞里了。你走出来了？你走得出来吗？我哭了好多血。你现在真的损半条嘞、欸。对啊，欸、有狼哎、欸，这一件有狼哎、欸，哦，有狼，可是我要先找到骨头，没骨头，可以先把它埋起来吗？先把它圈起来，都没看到甘蔗。对，我现在在水边，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甘蔗。要不要坐条船？要坐条船吗？好啊，开始乘着船走嘞、欸，哇，好狂哦！真假的？你们要乘船走、哦？我第一次在 UHC 乘船呢、欸，这样也好啊，不会饿、欸。你会坐船哎、欸？都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船怎么坐？那個、下面一个倒 U， 一个 U 上面少两块。那个我们就自己玩好了，我们就自己玩好了。是这样吗？我已经放弃猫乐了、啊。前面那个 ID 是你们吗？哎、欸，好快！哇，我听到爆炸声！这个是、我看到甘蔗了，超快！杀了！我关注我的甘蔗，太快了吧！我恨你！太快了吧！太快了，十几要去当主播了。天哪！哎、欸，巧克力也只剩两滴血嘞、欸。哇！十几也没有多烂呢、啊。等一下，打个骨头。我再挖一点。巨狼好不好？负九三还有多少？就是那个狼真的太变态了。负九三，我看一下哦。我这二二零。负九三二二零，奇怪，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？你、我们就当四个人玩好了，我也没有很期待你啊。好了，拜。毛乐真的，不要抛弃我，连看坐标都不会，我还有毛乐拜。我看到你了，你好远哦，回头。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吗？哎、又有人死了，哇！而且是被脏笔，是那个纳吉。这个有点雷哦，被脏笔打有点雷。好，我先过去跟你们会合好了，好，集中一下，我们这次好。等你们往下挖了，对，可以准备了，可以准备了，稳稳龙，然后上来弄狼。这边那个右边这边挖开来是那个枯弓对着你笑，枯弓可以打骨头啊，所以还没有盾先别挖开。你们有人没东西吃吗？赶快，这里有猪排啊！等一下看到有树木的方块不要挖，不然会有一堆怪看着你笑。对着你笑，笑着你心里发寒，心里发寒，毛毛的。这一颗是不是差不多了吗？哎、欸，有人死了，哈基死了，六六六，这个一定要打。哎、女生怎么只有一个人死掉、欸？哎，而且还是巧克力跟哈，哎、巧克力还活着，以为他巧克力还活着，他这里超多狼的，钻石、欸、没有骨头，好可惜哦。打来吧。秋风剩下你满血，抓枯弓吧！我就没看到一只啊，一只都没看到啊！我也很想杀啊！我这边有十九个铁矿可以烧，我回去。我只有看到蜘蛛而已，我没看到枯弓。哦，我看到枯弓了。我一直挖到红石那一只吗？哎，对，我损两滴血。这种红石，哎，拿到一个，你想挖挖看？拿到一个骨头，赶快！一个骨头能成功吗？运气四分之一，好，我会，哦哦，好多哦哦哦，狗狗来看着我，真的成功了、哦？没有啦，看着我，没有失败了啦，多刷几个吧，对啊，
害我损失两滴血，不值得。不值得。我们快挖到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边界这里有骨头，吸到一个。哦哦。来来来，问一下，问一下。又没中，哎，我真的很想打哭工啊！我也好想啊，两次都没中。哎、欸，繁星在损血了。哦，繁星剩两滴、一滴半，一滴。你们挖到水了吗？一滴，一滴。没有挖到水，我不用挖水了，我挖到一个大池塘。哎、欸，我已经捞水下来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要捞水，辛苦你了。我已经把水捞下来了、欸，没关系，我留着，我留着、啊，我留着。辛苦你了。那我上去干嘛？我上去干嘛？我上去干嘛？我还不如继续在家里挖矿。这个水池好大、啊，而且好安全、啊。哎、欸，看着别人损血那种爽感，真的是难以言喻。我们高度是对的，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、欸，哎，太扯了。有啦有啦，有六颗了。有六颗我们就可以做了，可是我们没有金，我们没有金，没有办法吃金苹果，我们的血量其实也没有办法跟人家打斗。那个，不然用自杀战战客方法、啊，猫乐你就用自杀战战客，你就冲过去，然后到处乱倒岩浆。啊、就是如果要争最后要打斗的时候，行，就给我一桶岩浆，对，到处乱倒，一桶不够，你要好几桶，你要拼命狂倒。炸弹是死吧？看到一个 ID， 是我没有注意到是谁，红色的，哎、欸，红色应该不是我们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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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我蹲着，哎、欸，搞得我们很现在很紧张哦，所以我们离他们很近哦，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离其中一队很近哦。我刚看到他 ID， 然后又消失了。红色的，红色血量比我们更惨。这一切不知道大家在看什么。哎、欸，该上去了，我要上去了，我要上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挖什么？看一下有没有骨头啊。然、哦、后你可以捡对捡护工的尸。对啊，捡尸啊。捡尸，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隐月死了。不要太冲动、哦，真的跟大家讲，不要太冲。哎呦呦，护工在对我射箭。哦呦哦呦，挡掉了，挡掉了，挡掉了！哎，没挡到。哇！都疯啊！有人死了！哦、这里这里 ，Hello， 这里。嗨嗨嗨！悟星死了。对，红队又死一个了。大侠可以接。没有，他没有掉骨头，可恶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沿着的声音峭壁挖一点宝。对啊，我好想降哦。啊，又没有。哎、哦、呦。我不想养狗了，马上放弃了。我挥了四根都没有，把它稍微挖开一点。我好难过，难过收香菇。我们家竟然有僵尸哎！我楼梯走到一半有僵尸哎，真假的？太可怕了！而且还不止一只哎，好多只有小僵尸啊！拔起喽！哇，你剩三格半哎。僵尸超麻烦，小僵尸啊！小心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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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秋风没血了，我没血了，打不过。这里怎么会这么多怪啊？先找到你，至少还可以去捡个尸，不是，不要，我要吃金苹果。直接找吃金苹果。那种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你的装呢？需要装？不用啦。反正我就是炸弹，要啦，炸弹也要装备啊，要有基础防御啊。然后把自己当成一个会走路的炸弹。我们铁矿还不够吧？铁矿金比较缺啦。可是如果你有成功驯服到狗的话，应该 OK 啦。可是我只有两个，硬要，除非这两个都成功吧。一只也可以啊，一只也好啊，一只就多一个人呢、欸。是啊，是没错。谁有那边有苹果、哦？我这里有，两根都失败。我们今天这一次没有这个命呐、啊！怎么走？盾要怎么做啊？盾，谁在打护工、啊？没有啊？哪里？还是他烧起来？谁在打护工？没人打护工啊？没有啊？这也不对啊！洞空啊！盾要搞得我们草木皆兵。我现在要吃金苹果了，我现在怕了。我搞得我们草木皆兵。保护一，
希望不会死。好像在许愿哦。许愿一定要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怎么全是放蛋？风会冒泡泡、啊。我冒泡泡，因为我吃金苹果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刚刚草木皆兵，所以很害怕。草木皆兵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狼还没有来。那我就说有没有酷酷的声音，搞得我很紧张，有没有？我听到了危险的声音啊！对啊，我还想说在家里很安全。这里还有11个铁，是没烧的还是有烧的？感谢发楼，发楼不理你了。铁剑之类的吗？难过，为什么你闪亮亮？你猫肉那个了？啊？怎么？我是不是太久没生存了？我连贴套都忘记怎么做了。我早就放弃你啦，没有。V 三个一个 V， 哦 V， 那你哎、欸、有孙雪生下来了？为什么？哦，怎么了？防队膨胀，防队膨胀。你先跑，你先跑，你先跑。有，小心！开爆！苦力怕狮子生。我听到狮子生。哦，对，我刚被攻击了。发生什么事？他被纳欧撞下去了。是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可是应该是同队碰撞。啊，说怪在哪里？有点霸气，有点霸气，蛮好笑的。我的岩浆给谁？你的岩浆你带着啊，你不是要自杀炸弹客？好啊。哦，好。自杀。我们要怎么绕过这个峡谷呢？我们要穿过这峡谷才能往中心点走。那我要做多一点。那就直接挖山壁啦。我觉得我超危险的，我身上就带了三个岩浆桶。我们的血普遍偏低耶、欸。对啊，好惨哦，好惨哦！我满血，我们没有把你算进去，我真的没有把你算进去。那边有岩浆哎，我挖到一个平台的地方。哎、欸，你们在上面了？对，我们在上面。毛乐，融入一下我们好不好？毛乐，你怎么下去哦，难怪你们，我不知道。难怪你们不想走。我刚刚只是在往旁边。直直的挖啊！哦，我看到边界啦 ！Oh no！ 我又不看路，我掉下来了！大家救！你赶快垫石头垫回来！哎呀！再半格而已啊！不要再耍八七了！哎呀，我快笑死，怎么办啊？哎，那个得吃金苹果啊！这里唯一的金苹果，你过来领一下啊！等下没关系，你先叫猫喵喵哈往前挖了。你钻倒给我。我小心哦、喔，因为我下猫到一个洞窟了。好，那个他血这么多，可能也不利于战斗。哎呦，受不了！怎么感觉会被边界夹到？对，不然你们要不要先上来一点？这边是已经挖到80，只是在上面。我直接扑过去好了，走这里好了。那我附魔台敲掉喽。我天哪，扑过来也没有路啊！我怎么觉得扑过去也没路？我怎么觉得人生坎坷啊？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我再扑，我一定要看到边界过来了，四死扑过去。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你旁边，谁、欸、挖开来的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挖，好不好？好恐怖哦！吓到！你想陷害我？不会啦！哪里？吓死！安娜，你嫌队友的命太多了。没有了。你的背后，我有好好关照着。太恐怖了。好笑，我怎么有点对手不止一个的感觉？我也到泥土城了，有必要泥土城你要小心哦，一挖开小僵尸就冲进来，吓、哦、死我了！我听到苦力怕在吱吱声哎，猫肉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没有怎样啦，猫肉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没怎样啦，我们小心一点，恐怖了，不要过来啊！恐怖哎、欸，不要过来哦、喔！炸弹客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永恒白天现在开始喽，永恒白天哦，好哦。那我们有什么策略吗？策略是集中不要死。集中不要死。尽量的集中不要死。万一要什么策略你们说一下哦。还有。努力的活动。这么强。努力的活下来。努力的活下去。对，等一下说到19x19的时候我就去疯狂倒岩浆。还没有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先不用急，看到人再倒。我比较怕，好吧，怕猫乐倒到我们。对，我也怕。那个猫乐可以离我们远一点，没关系。我真的怕倒到自己人，等一下雷神就推举你，有没有？猫乐第五届的雷神就是这样来的。对，烧死两个队友。岩浆烧队友。哇塞，绿队好可怕哦！
现在如果大家都进小房间，胜算难料，你知不知道？小房间变数真的太多了。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想办法，我们要跟其他队伍同盟一下，有机会。我们跟黄队同盟一下，跟绿队吧。就是看繁星在损血。跟绿队同盟不行，你打不赢绿队，所以你不能跟绿队同盟。你要跟你有可能打赢的队伍同盟，你才有机会拿冠军。绿队这么有冠军相，有没有？那种有冠军相的队伍很难找到同盟的。我们可以做无限水源，好啊，在这边做无限水吗？嗯，到处做无限水，就他们挖开是水，不是岩。为什么什么都挖不到啊？我这次什么都没挖到哎、欸。对啊，这届我都没有，真是穷困人家的生活、啊。空空如也。我想要把那个16×16那附近都弄满水，他们一挖就是水。那就往这走，可是这边要小心一点，有狗叫声。欸、啊，小心小心，有跟我们同一层哎、欸，有狗叫声，小心一点，应该是风破那边的紫色同盟家家。为什么不找蓝队同盟？他是不是要过来了？我看到他要过来了。有有有，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他们居然现在各种同盟，蓝色、紫色，等一下开战大混战，他们分不出来啊。说得很好，大混战分不出来。他们五队，然后22同盟、欸，哎，一起盖宽普长城。没有啊，我们就当摇摆州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跟绿队同盟啊，绿队加加。他应该不想理我们。来啊，我们跟绿队同盟。好多，就跟谁？我们跟绿队同盟，绿队加加，他们其他队伍和同盟，我同盟，好不好？真是，既然没有人要跟我们同盟，我们是怎么样了？我们是故人怨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。有了，黄队也被遗忘了。哎、欸，黄队都没有出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猫肉，你站前面好不好？站前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自杀炸弹客啊。你忘记你的使命了吗？来来来，好，毛肉你去前面，然后疯狂的倒岩浆，我们不会靠近你，放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在下面啊。嗯，对，蓄福特不要松。我要躲在你们后面，我血比较少，你们要保护我。那个两个血最多的保护一下我们两个血少的。我觉得其他队我们搞不好可以打赢啊。这一队、哦，这一队可能。真的没有办法、欸，他们血满成这样那。那我们往上喽。他们打消耗战，我们往上。往上，往上。我看到巧克力了，就在我们正下方，看到了。对啊，紫色沙蓝否？哈？哈？我们夹中间的好可怜哦，否？否啊，否。沙蓝否？紫色沙蓝否？我们现在疯狂的在往底下倒水，有没有？有人上来了，有人上来了。上来，我们也不得不应战了、欸。嗯啊，我们应该会先被绿砍吧。我们也不能上去啊，对啊，我们只能在这边等。对，就硬战啦、啊。突然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队被收掉的，悲观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们要打吃亏。我现在多做一点木门好不好？绿队的血量很猛哎、欸。对啊。而且他们硬要杀的话，就势必得付出一点代价。真的，势必要付出代价。再挖要小心，我觉得就是过宽吧。这样到时候他们怎么挖都能怎么跑，至少还来得及到岩浆，浇死他们，浇死他们，浇土蹭蹭，一直说要杀我们，他们好坏哦，这挑衅没有用啦，你为什么不来杀？来啊，来啊，对啊，那要猖狂一点，你来啊！有人说你做木门不就按右键就打开了？对啊，他来了，来了，只是扰乱，不，只是不会被浪水冲过来了。秋风，你屁股后面。Oh.有一个挖上来了，我现在好想冲下去砍他哦！你要倒岩浆吗？倒，我现在有水，所以我什么时候要倒岩浆、啊？现在倒岩浆，现在，现在倒下去，现在倒下去，要吧？再太浪费了，收回来，收回来，来不及了！啊！你看大家都门来门去的，门来门去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被锁在那？门来门去啊！门来门去。门来门去的，哎、欸，我还有一桶岩浆还没到哎、欸！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了！跳起来！我是这样，跳起来的到，我被狗咬。那个谁走开？那个谁走开？现在怎样？现在怎样？大家都门来门去。我被狗咬了，我这边有狗。啊，狗死了，狗死了！岩浆，岩浆，有人要收。哦，有人射箭，有人射箭。啊，来不及收。我现在好乱哦。什么人都看不到，
哦，有人哎、欸，有剑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哇，绿队好多人哦！堵起来了，堵起来了。他红队他站在最高射箭，要小心。绿队快一个喽！这样绿队会赢哦。对哦。我反居然有人射箭呢、欸！哇，我剩半颗星了。哎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后退，后退！我要死了！我被岩浆烧死了！你们保重了。后退，要他都后退，后退。这次大家都不打，你们血超少，我血超少，我剩一，好了，我死掉了，怎么全是铁，怎么全是门啊？这个对啊，我们血超少的，哇，好多铁门啊，铁门阵啊，蓝队把自己围起来，蓝队把自己围起来了，先开始规点哦，铁门都又是规点了，又规点了，铁门打不开就没办法打哦。哎，巧克力又杀了一个鬼鬼，巧克力又杀了一个。巧克力好恶心哦！巧克力太恐怖了！杀杀！巧克力又打疯了！巧克力又打疯了！哇塞！哇塞！王子联盟要被收了！要被灭了！被灭了！阿尼要被围殴了！外挂！今天蓝队！报告啦！王子联盟这个战力剩下我们了吗？哎，我有第二名了！我有第二名！巧克力到了一堆人，究竟谁能终止巧克力的话题？蓝队剩三个，绿队剩五个，好可怕！巧克力杀了一个，绿队看到绿队要赢，蓝队剩下两个，这个问题好不行耶！巧克力又赢了，又赢了，好厉害哦！绿队零胜，天哪！玩下最令人不解就是雀巢，川普强吗？不是，这是谁盖的？这谁盖的？雀巢盖的？雀巢盖的？这什么超狂哎！别人都来了，他还在盖。为什么要盖这个？为什么要盖这个？为什么？我那时候想说，哎，我在外面好几天都反正都没人，我想说有个纪念好了，我就盖一个。真的没存在玩呢？哇！我就是该真该给那个川普一个奖的。你说哪首歌吗？拜托，请再奖项给他。好不，这些行为啊，很邪门加奖，有没有？